枕燕山而踏渤海，平京津而扼关外，千年古城滦县以独特的地理位置交融着不同的文明，守望着漫长的岁月。不同民族的战士曾在这里挽弓策马，十几位帝王曾在这里指点江山。滚滚滦河上，远去的风墙带走无数历史尘烟，巍巍的铁桥则见证民族百年奋进。时代的交响曲中，滦县一次次完成了它的善变。滦河原称滦水，唐朝时期改称滦河，发源于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先向北绕了一个圈之后又折回丰宁，然后一路向东南蜿蜒而下注入渤海，全长878千米，流域面积5.5万平方千米。然而在滦河流经的所有淇县当中，唯有滦县一直沿用了滦河的姓氏。那么滦县何以能受到如此的青睐？滦县的名字又是从何而来呢？据考古发掘证明，早在10000多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就有人类在滦县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而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朝初期，这里诞生了一个著名的方国——孤竹国。滦县所在的地区当时就归孤竹国所辖，所以孤竹国的两位王子伯夷和叔齐的故事得以在这里世代相传。此后许多光耀华夏史册的名字也纷纷在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在这里讨伐过山戎，秦始皇、汉武帝曾经到这里巡边，魏武帝曹操曾经从这里北击乌桓，唐太宗李世民东征也曾驻跸于此。一直到唐朝灭亡，滦县所处地域虽然有过不同的称呼，但却始终没有与滦河结缘。在滦县，每一次柴厕祭火的表演都会吸引众多的游人。柴厕礼是辽国皇帝即位之礼，而正是一位辽国皇帝为这片土地书写了新的历史。在唐朝末年金戈铁马的喧嚣中，草原民族契丹逐渐强盛了起来。经过多年的征伐，一位契丹族杰出的首领于公元916年称帝建国，这就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向中原扩张的战争中，他以战略家的眼光看中了滦河下游这块富山滨海勾连中原与塞外的兵家重地，于是在公元923年，耶律阿保机在此建州立城，置军布防，因州城靠近滦河，故而定州名为滦州。由于滦河在唐朝时期从滦水改称滦河，所以耶律阿保机在此设立的州城才得以拥有了滦河的姓氏，滦州之名始见于册。滦州这个名字
延续了近千年，直到1913年，民国政府废州设县，才将滦州改称滦县。新中国成立后，滦县曾划入唐山市为滦州区，后又重新恢复为县，而滦县这个名字也沿用至今。郝志祥老人是滦县教育局的一位退休职工，今年已经86岁了。他退休后就开始喜欢上了四处溜达，足迹几乎踏遍了滦县的每个角落。他这么做可不是闲逛，而是在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因为他要把滦县的历史以及自己对于滦县的记忆画出来。这件事他已经坚持了多年。这是我小时候了，说呢，我虽然没看见过兰河大地校修建，但是我听念家人也介绍过这个情况，我呀以后就感到非常的自豪，所以说我以后呢就把这个兰河大地校的这个展厅用的这个展厅啊，我就根据那个当时的情况，我就给它画下来了。在郝志祥许多的画稿中，都有一座大桥，这就是依然矗立在滦河之上的滦河铁桥，但是当地人却都习惯地称它为詹天佑大铁桥。这其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1891年初，清政府决定修建从古冶至山海关这一段的铁路，工程由当时开平矿务局的英国工程师金达负责。按照路线的设计，这条铁路必须跨越滦河。当时金达邀请了世界一流的铁路专家来负责施工建桥，但是滦河下游河宽水急，河床地质结构复杂，桥墩屡建屡塌，英、德、日专家经多次尝试后终于放弃。眼看工期将近，金达焦急万分，无奈之下，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助手詹天佑。但这个看似病急乱投医般的举措，却成就了中国人的骄傲。詹天佑接到任务后，并没有马上动手施工，而是先仔细研究了英日德三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并且亲自勘测了滦河多处的水深、流速、河床地质等信息，切实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经过缜密的勘察比较，在吸取了中国古代先民造桥选址的经验之后，詹天佑重新选择了桥址，而且大胆采用了压气沉箱法来建造桥基。经过验证，他的方法完全可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坚实厚重、充满了力量感的桥墩在滦河宽阔的水面上一个接一个地竖立起来。1894年，农历甲午年，中国第一座大型铁路桥——滦河大铁桥正式竣工，而郝志祥老人用他的画笔描绘了当时的情景。詹天佑和工作人员和咱们当地的官员、士绅，另外就是老百姓，另外就是那块古乐队，或者是其他的居民代表，城市居民代表，都来呀庆贺兰河大铁的竣工，气氛非常的高涨。其他的像那
外国的专家呀，或者是外国的这个工程员呢，他们在这个河边上啊，都是目带口瞪，一看呢，哎呀，中国人可真不简单，这个大铁桥啊，中国人自己制作啊，自己成功了，都非常的感叹，对咱们中国非常的赞赏，詹天佑用他的智慧和勇气为中国人争了光，而跨越滦河的铁桥就像一道彩虹，给当时中国昏暗的天空带来了一抹亮色。其实它更像是一座坚实的桥墩，承载着民族自强的希望。滦河大铁桥的建成给当时的滦州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京凤铁路从这里通过，车站附近商贾云集，滦河岸边千帆林立，滦州京东重镇的称号更加名副其实。因为有连接京城与关外的铁路通过，当时的滦州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在清末风起云涌的变革大潮中，这片土地注定不会平静。在滦河大铁桥建成后的第十七年，摧毁清朝统治大厦的最后一击从滦州爆发了。1911年10月初，两支军队沿着京凤铁路向当时滦州隶属的永平府汇聚，准备参加由清政府组织的一次重要军事演习——永平秋操。清朝新军第三次秋操选在永平府治下的滦州，绝非偶然，多种原因。当时呢，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这个各地人民的反清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当时啊，清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清政府为了炫耀军威，弹劾革命，就选择在了京畿附近的永平府地界的滦州举行这次秋操。然而1911年10月10日，永平秋操还没正式开始，武昌起义却突然爆发了。此时驻扎在滦州的新军第20镇统制张绍曾深受鼓舞，决定响应武昌起义。10月27日，张绍曾、蓝天卫等人共同上书清政府，提出召集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消除皇族特权、特赦国事犯等要求，并通电全国以表决心。而不久后，张绍曾又做了一件更加出乎清政府意料的事。当时啊，清廷从沙俄购买的军火正从东北运进关内，当时运送军火的列车途经滦州的时候，押运军火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彭家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绍曾，张绍曾毅然决然地在滦河大铁桥，也就是这个詹天佑所修的那个大桥，是吧？这个算滦州火车站附近，把这类军火给扣留了。可以说，军火是这个当时清廷镇压南方革命党人积蓄的这个军械，扣留了军火，直接就等于断绝了清廷军队的军粮。此时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张绍曾遂决定与第六镇统制吴禄桢、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卫于11月7日联合武装起义。然而起义的消息不幸泄露，张绍曾被免职，
吴禄贞被暗杀，蓝天卫也被迫出走，形势急转直下，起义面临着胎死腹中的巨大危机。就在这个危急时刻，以第七十九标管带王金明、施从云和第八十标管带冯玉祥等为首的一批第二十镇的中下层官兵挺身而出。1911年12月31日，滦州起义终于爆发。这里是位于滦县老城区的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它的前身叫做直隶第三初级师范学堂。1912年1月3日，在冯玉祥已经被清政府软禁的不利形势下，起义官兵毅然在这里成立了北方革命军政府，并宣布废除宣统年号，以皇帝纪元。但是第二天，就在起义军乘火车向北京进发之时，却在雷庄遭到敌军的埋伏。虽然起义军奋起反击，但最终还是没有突破敌人的包围。王金明和施从云双双就义，起义也悲壮地落下了帷幕。滦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给予了清政府以巨大的打击，因为这意味着即使在清政府力量最雄厚的京畿地区，其统治基础也已经千疮百孔，危机四伏了。这让清朝统治者们感到了穷途末路般的恐慌。在滦州起义之后不久，宣统帝宣布退位，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滦州起义虽然没有武昌起义那样赫赫有名，但它与武昌起义南北呼应，对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其功绩同样彪炳千秋。1936年，民国政府在优叙滦州殉难朱烈士明令中，高度评价了辛亥滦州起义。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奔流不息的滦河与巍峨矗立的铁桥，共同见证了民族的新生，这是滦县的骄傲。1995年，中国邮政部门曾经发行过一套四枚的皮影邮票，其中有一枚印着“中国皮影”“河北滦县皮影人物”的字样。这足以证明，在皮影戏发展的历史中，滦县皮影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多加小心，多备灰瓶火炮，哎呀，滚木雷石啥的，哎呀，哎呀嘞，哎呀嘞。在滦县小马庄镇曹河村的一片空场上，一场皮影戏正在演出。李建章是这次演出的组织者兼演员，他的皮影剧团每年都要演出几十场。现在像这样活跃的皮影剧团在滦县已经不多了。曾几何时，滦县地区可以说是村村有影班，人人都会哼几口影戏。皮影在滦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金代，但直到明朝万历年间才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创新。
万历21年，滦州安各庄的秀才黄素志因为又一次复试落榜而远走沈阳，但身在异乡的他始终忘不了老家的影戏，于是便设馆授徒，组建戏班，一边演出一边改革。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他在皮影的剧本、唱腔、脸谱造型以及影人的尺寸和制作材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大少爷被罗章枪挑而死，二少爷被活捉去了，罢了我的儿啊。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队伍百万兵，经黄素志改革的皮影戏在当地迅速走红，并赢得了滦州影的美名。而当滦州影被黄素志带回家乡后，这里丰厚的影戏土壤更是使得滦州影在岁月的洗礼中日臻完善，终至大成。因为滦州地处京畿，又有着便利的水路交通，所以滦州皮影的影响力还波及到了整个华北和东北地区。在与当地元素融合之后，形成了表演形式类同但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北方皮影戏大家族。李建章出生在一个皮影世家，他说小的时候很多男孩子最爱玩的就是耍影人和刻影人，因为皮影戏曾经是滦县人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但是现在皮影戏再无往日盛极一时的辉煌，李建章也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片精神的家园。不过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在滦县的中山实验学校里依然有着一大群孩子在耍影人、刻影人。这是滦县中山实验学校的孩子们在排练皮影戏。从2012年开始，滦县中山实验学校就把皮影引入了教学当中。利用音乐课的部分时间教授皮影唱腔，利用美术课的部分时间来教授影人的刻画。除了这些日常课程，学校还组织了影人雕刻兴趣班和少儿皮影剧团，并经常请一些皮影名家来学校指导，让孩子们可以更为深入地学习皮影戏。针对这个学生对于这个传统文化缺失这方面，我们进行了一些国学教育，让孩子们知道我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特别是滦州皮影，这个我们滦县就是滦州皮影的发源地，所以说呢，确定了把这个滦州皮影作为我们学校的一种特色来去搞，让孩子们去了解、去这个研究、去喜欢。中山实验学校的努力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绩。2016年，他们的少儿皮影剧团在首届全国少儿皮影传习成果展演中获得了金奖。李建章在家里晒着自己的影人，这些影人都是他自己做的，是他最心爱的宝贝。最近他又接到了一个邀请，过几天要去外地演出，走之前得把这些宝贝好好保养一下。中山实验学校的少儿皮影剧团也在积极地排练着，
他们想把下一届比赛的金奖也拿回来。河北省首家皮影博物馆就建在滦县，但滦县人却不愿意让博物馆成为滦州皮影未来的归宿。在滦河滋润的广袤土地上，重现滦州皮影昔日的荣光，这是他们心中的梦想。家住老站村的老王这两天一直带着鱼鹰在滦河里忙活着，因为这个周末在外地的孩子们要回家吃饭，所以老王想多抓点鱼虾，到时多做几个好菜。而滦河鲤鱼则是老王心中最看重的目标。据传说，乾隆皇帝曾经在滦河的偏凉厅钓过鱼，当他品尝过自己的收获后，当时就对滦河鲤鱼的鲜美大加赞赏，于是就把滦河鲤鱼定为了贡品。而民国滦县制水产中对滦河鲤鱼也有过明确的记载，滦鲤出偏凉厅下游者最佳，为本县第一区特产，每年约产2000余斤，金鳞红裂，其肉细嫩，其味鲜美。在滦县，滦河鲤鱼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珍馐佳肴。老王从小就听老人们讲过滦河鲤鱼的传说，而他又把这个传说一次次地讲给了儿子们听。这是老王一家人在1996年春节时拍的一张合影，在两个儿子的印象中，每个春节总能吃到父亲做的糖醋鲤鱼。其实不光是春节，每一次老王抓到滦河鲤鱼都会给家里带来不小的欢乐。如今儿子们也有了孩子，滦河鲤鱼的故事又有了新的听众。周末，孩子们早早来到了老王家，但老王却没顾得上和孙子孙女们多玩一会儿，就带着他的鱼鹰下河了。因为他的滦河鲤鱼还没着落，所以他想再努力一下。在老王的呼喝声中，鱼鹰纷纷钻入水中。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就在老王遗憾地以为这次将空手而归的时候，水面突然翻腾了起来。鱼鹰终于取得了成绩，这下孩子们可有口福了。回到家，老王赶紧忙活了起来。炸河虾、红烧鲫鱼、酸辣蛤鱼，这都是老王的拿手菜，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道糖醋鲤鱼，这可是他的保留项目。将收拾好的鲤鱼入锅烹炸，有了多年的经验，老王对于火候的掌握非常精到，鱼出锅时绝对是外焦里嫩。接下来是糖醋汁的熬制，老王做的糖醋汁偏甜少酸，因为他一直固执地认为甜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同以前一样，焦糖醋汁这道工序一定要在饭桌上完成，因为每当这个时候，老王的心中总是很有成就感。不用问，这道糖醋鲤鱼依然最受欢迎，鱼肉的鲜美唤起了曾经的记忆，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种温馨。在滦河岸边，有一座储量位居亚洲前列的大型铁矿，这就是滦县的司家营铁矿。司家营铁矿早在1914年就被发现了，但是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直到2004年才开始了正式的开发和建设。张庆峰是司家营铁矿的技术科科长，几乎参与了矿山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开发。但是选矿专业出身的张庆峰没有想到，他接到的第一个大型任务却是和水打交道。首先遇到的最大的项目是咱们水净化一个项目，因为咱们地表呢都是氧化矿，这种氧化矿呢含泥都比较高，含泥量啊比较高，在流程以后啊都是泥化了，在生产水里面呢都是矿泥，但是作为生产水来说，这是不能合格的。因为司家营铁矿离滦河太近了，所以张庆峰要解决的课题就是矿区内水的循环利用，避免工业用水对于滦河的影响。经过长达半年的艰苦努力，张庆峰和他的同事们终于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这里是司家营铁矿的水处理中心，矿浆里的废水被回收到这里，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和分类之后，再重新输送到各个生产环节。目前，司家营铁矿的水资源循环利用率高达95%，使用新水的占比只有1.96%。水在司家营铁矿一次次地进行着蜕变，形成了完美的生命循环。2011年，司家营铁矿荣获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特等奖。2013年，又成为了全国绿色矿山学习观摩基地。滦河的俊秀与铁矿的硬朗，在这里相得益彰，糅合出了一种独特的韵味。在滦县古马镇的一大片水稻田边，农业合作社请来的技术人员正在给遥控直升机添加农药，准备着即将开始的喷洒作业。通过农业合作社的推广，滦县的土地资源得到了更加合理的利用和保护。2017年，滦县推广普及绿色防治技术的农作物就达到了96万亩次，而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们也感受到了新的变化。拥有国家地理标志的东路花生是滦县的特产，裴广良就是一位花生种植专业户。自从加入了农业合作社之后，裴广良感觉自己的空闲时间变得越来越多了。而上人木子这现在你都说都比早种一亩还省事儿，他这拥不住人了，那到啥时候人家科学这都给赖上。你看我爱看地，我都是接这么个4-5天才赖回来看看。像裴广良这样的农户有很多，通过农业合作社的带动，他们正逐渐远离传统的劳作方式，在滦县的山地和平原处处展现出现代农业的魅力。
从司家营铁矿沿滦河上溯5000多米，就是滦县的老城区。在时尚现代的楼群环抱中，坐落着一片古香古色的建筑群，这就是滦县为保护和发扬当地的历史文化而重建的滦州古城。李建章的皮影剧团在这里有了新的演出场地，评剧的优美唱腔也在亭台楼阁中婉转响起，剪纸的图案在这里成型，地秧歌的韵律在这里跃动，滦县共同的文化记忆在这里被娓娓讲述，散发出老酒般的醇香。100多年前，当第一列火车缓缓通过滦河铁桥的时候，就为滦州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如今，滦河铁桥虽然早已停用，但却有一座新型的高速铁路桥与它比肩而立。呼啸而过的和谐号列车让滦县的交通更加便捷，而滦河文化的风采也被传播得更远。在京津冀一体化的版图中，滦县已经成为新的黄金驿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朝思想家张载的名言。自从张载的五世孙将他的思想传播到滦州之后，责任与担当融合与创新便逐渐成为了滦县人独特的气韵。在沧海桑田时代变迁中，这独特的气韵搅动着风云，萦绕着乡愁，积聚着力量。站在历史的肩膀上眺望未来，滦县古老的土地上正日益绽放青春的光彩。